好的，五一几天，但是我老楼家他们那边，现在山货，不是很多。然后我就先来这边收一点山货，我攒一点路费，然后我就带我女儿出去了，哥沙门。是的，哥沙门，对的，我要自己有主见。谢谢你们一直在这儿陪伴着我哈，哥沙门。哥沙门，那个52岁的那个人都有3个小孩子了。都他是前面那个他的那个老婆，就是因为他有钱了，他就把不要他老婆了，他就把他的老婆离了。我觉得我去嫁那个男的，等以后他又遇到好看的，他又遇到一个年轻的，他可能又不要我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嫁那个52岁的人，我也不想他就算有车有房，我也不想嫁，因为我的话，对我，因为我的话就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只要不让我女儿饿肚子，我自己能生活就行了。我不想去靠别人，我觉得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觉得哥刷们，你们说对不对呀？对的话，你们就打个对。哥刷们，真的，我觉得有钱没钱都无所谓，只要人就是健健康康的，不让我女儿饿肚子，不让我女儿就说让我把我女儿好好的养大，我就觉得挺好的了。我就觉得对吧，哥刷们。他今天都为什么我今天出门这么晚呢？我刚才到这个村里面收，就是因为姑姑不让我出来收山货，我都偷偷的跑出来收的，哥刷们。他每天都不让我收山货，他说我收一天山货只挣得到几十块钱，他说不要让我收了，但是我还是要收。然后我自己收一点山货，然后我就因为一天能挣得到100多块钱，然后有些时候多的话还可以挣到200块钱，然后我就攒一点路费，我就出去了。对，怎么开心怎么过，是不是？你和我儿子一样大，你也让我很担忧。谢谢，谢谢你们的关心，谢谢哥姐刷们。对，怎么开心怎么过，是不是？好的，哥姐刷们，谢谢你们啊。然后哥刷们，我就多收一点山货，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我去看一下下面那里有个房子，我去看一下这家有没有人有没有山货，我去问一下哈。有的话我就帮你们。我把他哥姐刷们收一点哈，看一下你们有没有需要的。待会儿的话哈，哥刷们，支持你走出大山，摆脱你姑姑的忧虑，开启新的生活。好的，哥刷们，谢谢你们，你们都支持我，是不是？哥姐刷们，你们支持我的，打一波支持好不好？然后我就去收山货了，好不好？哥刷们，你们支持我的，打一波支持，然后我就去收山货了，我看一下能不能收到一点什么好东西，好不好？子鹤对你这么好，毛毛姐姐，哎呀，子鹤跟我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他那么优秀，我不会配不上他的。谢谢你们，谢谢这么多哥姐刷们都支持我哈，藏红花有吗？哥姐刷们，藏红花有是有，但是我最近没有收到哎，哥刷们，我最近都没有收到，哥刷们，谢谢你们啊。来我宁夏给你介绍一个，好的好的，哥刷们，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然后我去前面那一家去看一下哈，这边有一个家，我去这家去看一下能不能收到一个什么好东西哈，支持是不是？谢谢你们，谢谢哥姐刷们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哥姐刷们。我们去前面那家去看一下，问一下有没有山货哈。所以贵州收山货，我去问一下啊，哥刷们，我去问一下。我去前面的，哎，收山货啊！你家给有山货呀？吓我一跳，这个大哥啊！啊，你家没有呀？你家没得山货吗？你晓得哪有吧？住得很，你们这啥子稀罕米哎？你家有一点都没得吗？我是过来收山货的，没有啊？没有山货吗？你家没得，一点都没有啊？他说这里没有山货呀。哦，我没有上你家，你找哪晓得有吧？你去哪儿看？那边吗？对面那一就旁边那一家吗？这家是不是啊？是的。哦，我去这边看一下吧。子鹤喜欢你你的，哎呀，哥啥嘛，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喜欢吧？我这么丑，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女孩子，她那么优秀，她能遇到一个更合适她的，对不对，哥啥们？所以，闺女，收山火，娘娘。啊，这里被念念在那里坐着。念念，你在这里干活吗？哦，你在弄这个烟，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你在弄这个吗？啊，是的。哦，你这个哥有啥吗？这个东西你们叫什么呀？他在弄这个烟，就是这个烟啊的。这个弄这个烟耶，哥上们，你们有没有见过？我们这边的老人，哥上们，我们这边的比较上了年纪的，都是烟的话，就是抽的是这一种哎，哥上们，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东西啊？哥上们啊，你走，关哥大。
哦，那你家给有烧火呀？有啊，有烧火有呀？有的。哦，你烧火，你家烧火有一点个啥？你可给哪给我看下嘞？啥子都有啊，真的哇，你呀，你家什么都有呀？啊，这里有个年轻人，你可以拿给我看下吗？我在这儿坐哈，可以啊？可以哈，我在你家门口坐哈，你可以拿一个凳子给我哈，哥。啊，把你们有啥送你了吗？你自己嘛，多少个？你拿个，我在这儿坐哈，可以啊？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坐一下吧？然后让他给你，哦，那个是菜啊，哦，不是那种烟草吗？这个袜子给的。哦，他说是猪草，我以为是那种烟，哇，好像那个烟呀、啊。你看我们那边都没有，我们村都没有那种烟，那种菜。我在这儿坐一下哈。哦，你看我在这儿坐哈干、啊啊，找不到商户，带女儿嫁到成都也可以，跟上门。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呢，我觉得我把我的女儿养大就行了，我还不想嫁人呢，跟上门。谢谢你们哟，谢谢你们。老汉烟是不是？我也不知道甜菜呀、啊。哦，土鱼是不是？那是一种菜，我以为是那个烟，好像那个烟呀、啊。就是那种很大一个叶子那种烟呀，各位商们，我们等一下那个年年啊，他出去，他去拿商货去了哈，各位商们，他去拿商货去了，我们等一下他吧。居达是什么？那个菜你们叫居达吗？还是什么意思呀，各位商们？我先把我的背篓放一下。我刚才走到这儿来，各位商们，刚才走到这儿来，你哪着吗？哦，你哪着吗？我看哈嘛。这个棉盖盖，这个两块十公克，你好，啊，你这个棉盖，你呀、啊，你倒到这里一下哈，阿爸这个棉盖嘛，你呀、啊，对，阿爸这个放，哦，对，倒到这儿哈，对吧？我看你家都有啥子东西哈，啊，哦，那个你们也叫牛皮菜是不是？哦，好的好的，各位上门。你倒出来我看嘛，你家都有啥子商户，你倒出来我看，哪个？来嘛，就这嘛。哦，在这儿是不是？嗯，是的。哦，你家也有这东西啊？有。哇塞，这东西有呀。嗯。哥吉是啥？有没有？这个你家有一点这个好东西啊？你们有没有哥吉上面认识的呀？哥吉是啥？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东西的？韩碧姐姐没有给姑姑钱，我最近都没有给她姑姑给姑姑钱，所以今天的话她都不让我过来收商货，然后呢我就自己跑出来收商货的。我想早一点收一点商货，然后我想早一点收到商货，然后呢早点走出大商，是这样子的哈，哥商们。有没有哥商们知道的帮我打一下好不好？哥商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可以帮我打一下。对的，还是有我的很多哥商们还是认识的，对不对？对的，哥姐上门，哥姐上门，我跟你们说一下哈，这个的话哈，哥上门，这个的话叫地参，也叫虫草参哈，可能各位上面好多人都没有见过哈。各位上面这个的话不是蛇皮，也不是你们说的那个竹笋干哈，这个的话叫地参，也叫各位上面这个叫地参的话也叫虫草参哈。它跟那个它的好处跟那个冬虫夏草的，它那个好处跟冬虫夏草是不分上下的，比冬虫夏草还要好几十倍一个好东西。它是生长在3500以上的一个海拔上，然后呢这么一根都需要5年以上才能长出来这么一根的哈，家人们。这么一根都需要整整五年才能长出来这么一根的，很稀缺很珍贵的，比那个冬虫夏草还要好几倍的一个好东西，就叫虫草参哈，家们，这个东西是很珍贵很稀缺。这些东西是农户家从这些大山里面找下来以后，阳光自然上干，没有任何的添加和虚流的。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家们有什么好处呢？我跟你们说一下哈，虫草参知道有什么作用的，也可以帮我打到公屏上一下，帮我打到公屏上一下哈，哥上们，这个的话就说你们平常弹弹高芝士高压。高的家人们可以去吃点这个虫草参，还有它的话可以抗什么肿什么瘤哈，它可以抗什么肿什么瘤，可以帮助你们就说消什么化，就是平常你们肠胃常道道不好的家人们啊，就说它这个的话被称为肠胃的七道夫，也被称为肠胃的那个保护神哈，各位们，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它的话还可以就说它可以清什么肝解什么毒哈，这个东西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好东西。你们它的话还可以看什么氧化，可以就说避免结石的一个症状的哈，家人们，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哈，各位家人们，那这样子，
各位上班，你们有没有想要一点这个东西的？知道的，想要的各位上班扣个一。然后怎么吃？待会儿我会教大家的。我先帮你们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是现收现卖的啊，我是现收现卖的。我先问一下这个年年，他家在这儿各位上班，我先问一下这个年年，他家这个东西怎么卖，好不好？你们想要家里面全民扣一波一，我帮你们问一下价格哈。你这个的话一斤好多钱嘛？年年你给我。一斤200块钱嘛，200块钱哈，200块钱你也倒是实在，你没有像别人家一样给我喊300块钱这个价格哈，啊、但是年年我先跟你说哈，哥，昨天他们还给我喊300块钱价格，但是你也实在的，我也很耿直的，我也是彝族的哈、嗯，我就是你们对面边上个村的，我也是彝族嘛，大家我就是说了是买给我自己朋友的哈，我说了是卖给我自己朋友的，我就给你出个价格，平常我收多少钱我就给你出多少钱，好不好？嗯、这样子年年我就全部给你收了100块钱，我全部给你收100块钱，100块钱不修，200块钱，100块钱是真的是可以的。我不要喊龙德甲，你给我200块钱。我知道你不给我喊价格，但是我的话真的我也是实在的，你也实在一点，我就100块钱全部给你收走。来，家人们，你们全凭帮我把100块钱打到公屏上一下，好不好？帮我证明一下，给这个年看一下，我平常说的确实是个价，这个价格好不好？年年，我不止在你这家收，我每个村都在跑，每个村只要有上货的地方，我都在收的。年年，我就是统一一个价格收，我是收了卖给我自己的朋友的。然后呢，你今天卖给我的这个东西呢，我待会儿全部给你称完，而且别的你家还有那些商货，待会儿我可以帮你全部收完的，好不好？年年，你过来看一下，我全凭我直播间的家人们都是全部都是打的是100块钱，你看一下。年年，你过来看哈得了，我真的是不骗你的嘛，大家都是亲戚朋友的，我也不骗你。你看他们打的都是100块钱，看到没得？要我100块钱我赶不起嘛？你看人家他们都搭了100块钱，一天能找你说能找得到多少根嘛？对呀、啊，我知道一天就找到一两根，有些时候一根都找不到的。我知道的，确实你提一点嘛，你再提一点。其实提不起的，人家真的，我确实实在别家收的是100块钱，真的我知道你们找这个也不容易。你去街上卖，你可以卖个150块钱，我实话跟你说嘛。但是去年的话可以卖到400-500，因为是大老板来收，我也不是什么大老板，我的话就收了是卖给我自己朋友的，而且我所有的商货都可以去给你收啊，好不好？来，我们就不说了，就全部给你撤走，待会别的东西也撤，好不好？来，年年我们就不加了哈，全部给你收了哈。干不不得干、嗯、干哈，可以吗？可以不嘛？等下别的一收了，你放心走了哈。这个年年都在这里犹豫了，放心，年年别的东西我也收完的，我全部给你收完了哈、嗯。我直播间里面买给他们的哈。来，哥下面拿下了哈，感谢我哥哥叔叔阿姨们哈，谢谢你们帮我一起证明哈。然后我先帮你们称一下这里有多少哈，哥叔阿姨们，我先称一下这里有多少。诚心想要的哥哥叔叔阿姨们，重新扣一波一，我重新统计一下，然后看一下待会儿怎么给大家上车哈。想要家人们全民扣一，因为我这里的话也没有多少，这些都是来自我背后这种大厦里面这样子一根一根捡回来的，这个东西的话可遇不可求，比那种冬虫夏草还要好的一个好东西哈，家人们，来我先帮你们称一下哈，来捏你管子着哈，嗯，来你卡哈称哈，好，主要是五斤个啥，嗯，五斤的话10斤、11斤、12斤，12斤半刚好，12斤半。有点皮，有点那个，来，刚好皮了哈，12斤半，12斤留来的话就掉了哈，12斤半，然后你再给我倒一点点在盘子里面，然后你多少斤你自己记着，然后待会儿我是全部一起给你算钱的啊，最后再算钱好不好？你自己记着价格，然后再帮我倒一点，谢谢你啊，来，各位兄弟们，赶紧上车是不是？好的，家人们，稍等一下哈，我先倒一点，对，倒一点就行了 ，OK， 来，哥你是啥你们？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是虫草生哈，这个东西的话比冬虫夏草还要好几十倍的一个好东西，这么一根都是长了5年以上，整整长了5年才能长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的，它的话被称为肠胃的一个保护神，被称为肠胃的一个清道夫，这个吃了的话对你们的好处很多的，可以看肿什么瘤哈，它这个东西的话可以看什么肿什么瘤，它的话可以就是说帮助你们消化，它的话可以减少或者避免那个结石的一个症状，各位上班，它的话还可以吸干解什么毒啊，弹高知识高压高的家人们都可以去吃点这个东西哈，来各位刷门只帮我手术，今天的话扣了一的人家人们都这么多哈，你们每次拿回去一根，拿回去炖鸡汤、炖鸭汤、炖排骨汤，煮水去喝、泡水去喝都可以的哈，家人们这样子哈，你们扣了一的家人们这么多，我就半斤半斤的分享给大家吧，因为我这里的话也没有多少，我不能让每个人都抢得到，你们只能批自己的手术批次往出去抢哈，来家人们，我就一斤的话也每个人都抢不到，我
我就半机半机的分享给你们哈。半机的话，一机是100块钱收的，给这个粘鸭；半机的话就是50块钱。50块钱的话，我再加一个8块钱一个包装快递费，我直接58块钱上车。在外面，如果你们能买到这种正宗的一个虫草车的话，如果是我手里这种的品质的，在外面都是卖你们400-500块钱一斤的，在别直播间半斤卖你们100多。今天我直接批好手术，我直接批发价格给你们收哈，咱们直接58块钱半斤，谁抢到算谁的。来，咱们批好手术，我3、2、1，来，哥指叔叔阿姨们，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的，也可以看一下公屏上哈。谢谢我的那个男爷姐姐哈。来，哥指叔阿姨们，下方小购物车左下角有个白色购物袋，直接1号链接直接点购买，填一下你们地址，付款成功的话就是抢到了哈。赶紧批你们的手术，批你们网速去抢，然后家人们所见即所得，您现在看到是什么样子的，拿回去以后就是什么样子的。今天你们拍的这一家发给你们就是这一家，你们不相信我的还在犹豫豫的哥指叔阿姨们，你们都可以给我截图。这种东西的话对你们的好处很多，你可以给我截图，如果您收到货以后哈，给我手里不一样，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的哈。真正这来自一个大山深处高海拔高原地区，一个3000多到4000海拔上一根一根这样子长了5年，长整整5年才能长下的一个好东西，长了5年以后呢，拿回来以后阳光自然晒干的，家人们啊，这种东西的话你们批次的手术批次的网速去抢，抢了以后呢回来告诉我一声，我统一教大家怎么吃。小朋友的话煲汤的时候也可以吃一点哈，但是不能天天吃哈。来，家人们只有做3单了，感谢我家人们支持哈。哥几叔叔阿姨们，这个的话知道有什么作用的可以帮我打一下电子邮搜可撒谎行就搜索。来，哥叔阿姨们稍等一下，你只有做2单了，家人们谁抢到就谁的哈。你们拿回去后怎么吃呢？哥几叔阿姨们给你们说一下，这个你们拿回去后啊，你们拿回去后怎么吃挺好了。家人们，你们这个东西拿回去以后每次就拿这么一根就好了，不用拿太多，因为这个东西很好的啊，每次拿这么一根拿回去以后炖鸡汤、炖鸭汤、炖排骨汤，拿回去以后煮水去喝、泡水去喝，拿回去泡酒也可以。半斤的这个地生的话，它可以泡出来15斤到16斤的酒，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家人们啊，这么一根的话是真的是相当于冬虫夏草的那个几根了，家人们啊，这个东西的话比冬虫夏草还要好的一个好东西。批次的手术去抢，最后一单谁抢的算是的，感谢我家人们支持。你们没有截图的可以给我截图，如果你现在看的是什么样子的，拿回去就是什么样子的哈，所见即所得。来，家人们，最后一单谁抢到就谁的，没有就没有了哈。出坤都爽哦，出出先进个松寡时候，来，哥姐刷门没有了啊，哥姐刷门，感谢你们的支持，一号链接被人抢完了，感谢你们的支持哈，我是现收现卖的，所以说你们手速不快的话就抢不到哈。哥姐刷门，对了，泡水的话你们就用温水去洗干净一下呢就可以了哈，家人们。阿帕金是啊，洗管，我看一下你家还有什么东西，你到那里就行了哈，妮妮。好的，家人们，谢谢你们支持哈。那个地生的话已经没有了哈，没有库存了，没有抢到的家人们就没办法哈。我看一下这个粘家还有什么好东西，家人们啊，真正这来自一个大山深处一个好东西，家人们，虫草生比冬虫夏草还要好的一个好东西哈。哦，哇塞，妮妮，你整个东西有啊？有。哇塞。哇，好香啊！哥姐叔叔阿姨们，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哈！哥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人认识这东西的？煮之前要泡水吗？不用泡，你们直接去煮汤就好了哈。然后呢，哥姐叔叔阿姨们煮水去喝就行了。来，哥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人认识这东西的？有没有哥姐叔叔阿姨们认识我手里这是什么东西的？知道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帮我挑一波在公屏上看一下好不好？这个东西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家人们知道的，帮我打一波在公屏上。对的，我的那个米姐姐知道哈，不认识的就打不认识。我告诉你们哈，家人们，这个的话也叫那个血滩菊哈，哥叔阿姨们。可以喝哈，可以喝，那个小朋友可以喝哈。哥你说没，这个的话叫血滩菊哈，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我给你们置底了，它这个东西叫血滩菊。这个血滩菊的话，哥你说没，它的话是生长在那个3500到4000的海拔上，只有在雪山脚下才能长出来的一个好东西，这个叫雪滩菊哈。这个东西的话是可遇不可求的，家人们，你们在外面你们有钱都买不到这个东西，因为它只有在雪山脚下才能长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它不仅仅好喝，对你们的好处也是天花板级别的。这雪滩菊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家人们，我跟你们说一下哈，雪滩菊这个东西一年四季都可以喝。这个雪滩菊春天你去喝这个雪滩菊，它可以去湿气哈，夏天去喝一点这个雪滩菊，它可以解什么咳哈，秋天的话你可以去喝一点这个雪滩菊，它可以解什么燥，
冬天去喝一点这种雪糖橘，它可以去什么火，它主要的话就说可以去吸什么热，减什么毒哈。这种雪糖橘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好东西，家人们啊，经常糖糖糕、芝士糕、鸭鸭糕的各位刷们可以去喝一点这个东西。还有它的话可以当做平常你们喜欢喝水的、喝茶的，把茶换成这个东西去喝，它可以当做你们中老年的那种日常保健品去喝一点这个东西，这个叫雪糖橘，每天喝一点，不及喝的好喝，对你们好处很多的。还有你们平常容易上火的家人们啊，这个雪糖橘平常容易上火的，就说容易上什么火的啊，就可以去喝一点这个东西回去，它可以去抗什么剧、消什么炎啊，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的，可以看一下公屏上他们打的那个东西哈，家人们。比如说你们平常就说家人们啊，你们就说有那个挂什么吸什么病的，有什么高肝血什么脂高血什么压高的，糖什么尿什么病的，家人们可以去喝一点这个东西回去，或者你们平常容易上什么火的，比如说有那个七春什么痘，对不对？有青春什么痘，有那个就说舌头这里很白的，就说上什么火的，你们上个那个小号的时候都很滑的，就说容易上火的，家人们可以去喝一点，这个东西是很好喝的啊。然后呢，它可以还可以那个爱美的姐姐哈，喝了的话对你们这些地方的话也是很好的，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干什么燥的，有什么色什么素的，家人们有斑斑点点的，家人们都可以去喝一点哈。来，家人们小号的全皮扣一，我帮你们问一下价格哈。来，家人们小号的全皮扣一，我帮你们砍一下价格。对的，晚上不好睡的可以去喝一点，家人们小号的去扣一吧，这个东西的话，这外面是按一两收的，一两的话是400-500块钱，在大城市，我们这边的话没有这么贵，家人们啊，我帮你们砍一下价格，你们扣一个亿，我给你们砍10块钱，扣两个亿，我给你们砍20块钱，好不好？来，我帮你们问一下价格，你也涨次吧，我们就我2两2两的给分给我家人们吧，因为直播间人比较多，一两的话也太少了，2两2两分给你们，2两的话可以喝个半年没问题哈，我就按照2两2两给我的家人们，就是谈一下价格，2两的话你给我好多钱，2两2两收。2两的话多少钱嘛？二百二吗？嗯。2两的话220呀，人家220是去年子的价格了，2两220我收不起，人家那就是去年子的价格了。这样子我给你出个价格，人家知道我从来我就是做人就是很诚实的，我也知道你们不容易，你们找这个东西很多要好几十级才能上出来一级杆，我也知道很不容易的。这样子我直接给你出个价格，50块钱我全部收走，我直接给打一个骨折了哈。来，家人们全皮报吧，50块钱打到公屏上一下好不好？全皮报吧，50打出来一下，帮我一起砍一下价格好不好？家人们，血糖橘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好东西，家人们全皮报吧，50扣出来一下，家人们帮我证明一下我在别人家收的是这个价格好不好？家人们把50扣出来，你手里是220，拿爹奶量，你不要说干不起吧，懒得找。我知道这个东西你很难找，但是念念，你也不要说什么220了，就是50块钱。我全部收走了，你这里有多少我全部给你收走，全部给你收走，50块钱。你看我家人们都说，你过来看一下，我全凭我直播间所有人都是扣的，都是50块钱的哈。这个东西是血糖橘，家人们有什么好处，待会儿知道作用的帮我多打一下哈。来，人家全部收了，不交了，等哈，有啥？不行啊，你看你不要说了，等一下你别的东西我也撑了，而且我这个东西是全部要了哦，你去街上卖，你除去路费车费你也划不来的，你不卖给我的话今年到老板进不来了的，你看你会后悔的，你不卖给我的话好不好？我撑了嘛，大家都是本地的，你就不要加这么久了哈。来，全部收了哈。哎呦，有个人们他这个年太难讲话了，好不容易拿下了哈，家人们，我先帮你们称一下，家人们，如果你们诚心想要一点这个血糖橘的话，全皮帮我扣一波一，我重新统计一下好不好？家人们，诚心想要一点这个血糖橘的家人们，全皮扣一波一，我重新统计一下有多少人想要，然后看一下待会儿怎么给大家上车才合适好不好？家人们，诚心想要的直接全皮扣一，我重新统计一下，来，你也管先，我称好了，我先给我家人们称一下，因为这里的话也没有多少。你卡切哈。啊，好。哦不，主要好轻哦。主要是2斤、3斤、4斤、5斤。5斤八两哎，6斤都不到哎，6斤都没有哎，只有5斤八两才有。你看，你看哈，对了啊。嗯。阿木，你们这个找了多久了？你看此刻说的。你找了一年喽。找了一年了啊。各位上班找了一年才有5斤6两，没办法呀，各位上班这个东西很稀缺的啊。来，你再给我倒一斤哈。好。哦，对。哦，可以了啊。嗯，好，谢谢哈。来，哥，只是啥也没，这个的话叫血糖橘哈，
他的话就说只有在3000多到4000的海拔上才有一个好东西，家人们，他主要的话是可以看什么栓什么老，可以看什么养什么化，它太高脂质高压高的家人们可以适合去吃，平常容易上什么火的可以去吃，它可以消什么炎啊，可以消什么炎，可以清什么热解什么毒的，夏天到了这个东西是家庭必备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一个好东西，家人们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一个好东西。来举报手术，家人们，我废话不多说，扣了一的人这么多，我就2两2两的分享给你们吧，家人们，因为我多的我也不能给你们，我就2两2两给你们，一两的话我收的是不是二两的话我收的是50块钱，对不对？50块钱的话我再加一个8块钱的一个包装快递费，我直接58块钱给我的家人们上车，好不好？直接58块钱上车，谁抢到就谁的哈。真正来自一个大山深处一个好东西，商货一个雪坛局，只有在雪山脚下才有一个好东西，家人们，飘手术，谁抢到算谁的，半斤可以喝半年哈。来，我4321，来，哥几是啥一门，下方小购物车直接白色购物袋，直接1号链接批手术批往出去抢。我直播间人太多了，我不能让每个人都抢得到，你们批自己的手术批自己的往出去抢，抢得到谁抢到就是谁的，好不好，家人们？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抢得到，你们抢不到也不要怪我哈，直接去抢哈，家人们，下方小购物车在别直播间都是50克给你们68块钱的，今天我的直播间我直接58块钱给你们100克，2两的话我直接给你们58块钱，家人们，2两的话有很多了，这个一点都不压车，可以喝上半年都没问题，家人们，这个东西我自己也在喝的，我今天早上我就泡了一点这种血糖橘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就放了这么4、5个哈，就放了这么4、5个，你们拿回去放一个3个、4个就行了，不用放太多啊，家人们，在左下角这里有个血糖橘，你们自己去抢哈，这是我今天早上泡的水。哇塞，好香啊，各位双们，这个东西喝起来就是很凄凉的感觉，就是夏天，很适合夏天，各位双们，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很适合夏天去喝，就感觉很舒服，喝起来的话就又香，然后又觉得舒服，夏天的话它可以去解什么暑，你们觉得夏天比较烦躁的闷热的，你们就喝一点这个血糖橘，对你们的好处很多，整个人让人喝起来就很舒服很舒服那种感觉的哈，这个血糖橘的话你不用放那么多，米姐姐不用放这么多的，你们平常就放个5个6个就可以了，你看我就放了个这5个，它的这个颜色都很浓了，看到没有，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啊，家人们，每次拿这么3、4个到4、5个丢到那个水位杯里面去泡水去喝，泡茶去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很好的，看到没有，家人们，血糖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东西，看到没有，泡发出来的这个水是这种很正宗的一个颜色，看到没有，晶莹透亮的，这就是一个正宗一个血糖橘了，它的话不仅仅爱美的姐姐越喝越那个哈，爱美的姐姐就是 QQ 弹弹哈，你们喝了这个东西的话就说 QQ 弹弹，然后呢不仅仅好喝，对你们的好处很多的，它的话还被称为肠胃的一个保护神，肠胃的一个七道夫，这个东西的话它可以就说保护你们的小肠小道道，夏天到了你们很烦躁的，经常容易上火的，家人们，它可以给你们降什么火哈，这个东西很好，你们拿过去只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它都可以保存2到3年没问题哈，来，家人们，只有做一单了，感谢你们支持哈，家人们，只有做一单了，谁抢到算谁的哈，从作业从寡我从姑父从鹅和地和，来，各位双门，只有做一单了哈，只有做一单了，谁抢到算是的。你们一般用那个50度、70、80度的温水去泡就行了，不用太烫哈。真的这个东西太好喝了。我自己都是每天都要需要喝一点，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也太热了，各位双们，每天喝一点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哈。只有做一单了，谁抢到就是的，每次用5、6个去泡就行了哈。你家还有啥东西？没有抢到，家人们就没有了哈。感谢你们的支持，只有做一单了，感谢你们的支持。我看一下这个粘家还有什么好东西哈，家人们，没有抢到的哥就上面就没有了，我看一下这个粘家还有什么好东西，真正来自一个大山深处一个好东西，小朋友也可以喝，可以反复的去冲泡，泡个8到10次都没问题的哈，家人们，没有了哟，没有了啊，家人们，没有了，没有抢到，家人们就没办法，只能等下一家了，没有了啊，没有了。我看一下这个粘家还有什么好东西，好不好？各位双们，怀孕的那个孕妈妈就不要喝了，别的都可以喝哈，家人们，就是孕妇的话就不用喝了，别的都可以喝。哇塞，你家这个东西有呀？有。现几声呀？给你弟的意思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就是我看一下哈，你弟的那出姑父啦，读书过。年，我看一下哈。念等一下哈。来，哥几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认识这种东西的？念一下，有这个好东西。
来，可以和茶叶一起泡哈，可以和茶叶一起泡，但是它单独泡的话是更好的哈，家人们，对的，可以的哈，家人，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们想要那个苗条的家人们啊，就说可以去喝一点，这东西刚刚那个，就说刚刚那个，雪菊花的话，雪糖菊的话，它是有很多好处的哈，家人们，来，哥姐叔叔阿姨们看一下，看过来一下，有没有哥姐叔叔阿姨们认识这东西的？就前几天买的，是不是？好的，家人们有没有认识的？知道的各位刷们帮我打出来一下。对的，我的家人们好多人还是都知道的哈。对的，我的如意姐姐还有我的老粉们都知道。哥姐刷们，这个的话叫丹参哈，丹参。这个丹参的话是我的家人们啊，很适合就说中老年人适合去吃的这个东西哈。就说比如说家人们。这个当时的话，你们就说上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家人们适合去吃点。比如说你们上40岁、50岁、60岁、70岁的，你们每个人的话都会有这些地方都会有血什么管，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血什么管，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年轻的时候这个血管是这么宽的，对不对？但是随着你们年龄的增长，它这个血管的话就慢慢的就会变成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红色的东西就流不过去了，就说它的话就会出现血什么栓，对不对？家人们就说它的那个对疏通。那个血什么管的，家人们，这个东西的话，你们这个当时的话被称为天然的支架，血管的清道夫。就是说，家人们，你们经常血什么管毒什么色的，可以去吃点这个东西回去，对你们的好处是没有，对你们的好处是很多很多的哈，家人们，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来，家人们有没有认识的？不是有没有就说知道有什么作用的，可以帮我打一下。不认识不知道作用的各位上面可以看一下公屏上哈。对的，它可以活什么血，化什么瘀。然后家人们，你们经常做女孩。孩子哈，生了宝宝以后哈，女孩子，我的姐姐和阿姨们生了宝宝以后，就说这些地方斑斑点点比较多的，就是生了宝宝以后，女孩子爱美的姐姐哈，生了宝宝以后呢，你们有妇什么科的问题的家人们都可以去吃点这个东西回去。平常女孩子用的那些护肤品里面，她都有加了这个丹参这个东西的，所以说它是很好的，家人们啊，这个东西爱美的姐姐不要错过。还有小赞赞不好的家人们可以去吃点，平常失什么眠多什么梦的小赞赞不好的家人们可以去吃点。哈，来家人们，怎么吃？待会我会教大家怎么去吃的。来家人们，想要的全屏扣一波一哈，想要的家人们全屏扣一波一，我帮你们问一些价格哈，我帮你们问一些价格，价格合理的话我帮你们收一点哈，因为我是不。每天都是不同的村子来收，不同的家里面来收的，每个村都会有一点，但是它不多哈。来家人们，想要的全屏扣一。对的，你们想要的家人们就扣一波一，我帮你们问一下价格，这个多少钱哈？你只有一级嫂买了你呀？一级200块钱。一级200呀？你不要一直给我喊200块钱了吧？这个200块钱有点贵了。这个东西我知道确实是很好，你哥姐刷门，这个东西在大山深处也是长了3年到5年才能长出来这么一根的，都是从这些大山里面这样子一根一根捡回来后，阳光自然晒干，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驱动的。家人们这样子哈，家人们，这样子，这个讲子嘛，我给你出个价，200块钱也不要加了哈。讲子，我就废话不给你加了，就是80块钱我全部收了。真的，你咋贴一定位？我真的是贴不起了，80块钱，我在别家收的是这个价格。来，家人们，你们全屏报吧。80块钱打到公屏上一下，好不好？家人们，上次我直播间买了一级，是不是？谢谢我家人们支持。哥，你是家人们，我的老粉应该都知道，我一直收的是80块钱一级，对不对？你们能不能帮我把80块钱打出来，在公屏上帮我证明一下，给这个妮妮看一下，我在别家也是收的这个价格，好不好？全屏帮我把80块钱帮我打一下，帮我证明一下，给这个妮妮看一下，妮妮。你不相信我，你要相信我直播间的哥姐刷一门，因为我是以一个价格收的，每天不同的村子跑。给的太少了。我确实给的很坦诚了哈，你看确确实实我也承认我是真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出来没有这个价格卖给我。给过，但是我是全部要的呀，是按照批发提价价格收的，因为我是想着今年我们把这个山货带出去给我的哥姐刷门，因为我直播间都是那种五湖四海的朋友，我就想着把我们这些山货带出去，他们觉得吃了很好的，他们明年价格谈下来了，价格贵了，他们回来愿意买的，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生意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就这样子，我就全部给你收走，你80块钱全部给你收走哈，是的哈，都是山货，那全部给你收了哈，跟不得，那你我就不便宜你们哈，大家都是跟不得，来你哈吃了哈，干。好，你的哥哥刷门拿下来哈，感谢你支持哈，拿下来，啊，姑娘，
我就那说啊，来各位刷门拿下，谢谢你们帮我一起证明哈。捏捏的话，他说好哈，他说好。来这样子，家人们诚心想要点，来自大山深处长了3年到5年的一个单身的家人们，全品扣一不一，上40岁、50岁、60岁、70岁的家人们一定要去吃这种东西回去哈。这种东西的话是很好很好的，被称为天然的支架、血管的清道夫哈。来捏捏你管着。好。来可以的，嗯。嗯，可以。哦，有点肿哈，来，捏你卡哈个。嗯。主要是五斤，10斤，11斤、12两，为啥？11斤、2两疲劳啊，你呀。嗯。11斤、2两刚好哈，11斤、2两、嗯、来疲劳，然后你再给我倒出来一点哈，谢谢你了。你几期哈，等会我一起算给你钱哈。怎么吃，待会我会教大家怎么吃的哈，家人们你们稍等一下哈。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哈，这是四川大凉山这边，我们这边的人四面八方都是山，我们这边的人都是靠山吃山的，家人们啊，都是靠山吃山的，所以说你们想要点这个东西回去，对你们的好处很多的，家人们啊，来，捏可以了哈，倒一点点就行了。嗯。来，哥你试试没？这个单身他家的这个品质真的是很好的哈，家人们，你们掰开以后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话哈，就说好多人以为这个单身掰开以后它里面是有点黑的，紫黑的，他们都以为它这个发霉了，不是这样子的，家人们啊，这个单身的话，其实就说这个单身的话，它里面有点偏紫黑的话，它这个就是紫单身，单身分有好几种，所有的单身当中，紫单身是属于这个的，所以说里面是发黑的，这个的话，并不是说。它是发霉了啊，家人们，它这个里面发黑是因为它是紫单身哈，它的话就说它的那个生长环境很苛刻，然后呢，它的话这个东西是紫单身，它里面就是紫的哈，家人们有点紫黑的，这个才是正宗的，这个才是正宗一个山货，如果不是紫的就不是山货了，知道吗，家人们啊，来各位刷门，今天的话我直接哈给大家上车，家人们这个紫单身的话哈，皮肤手术我直接就说一斤的话我收的是那个80块钱，半斤上车给你们哈，半斤的话就是40块钱，40块钱的话，我再加一个包装快递费，48块钱给我家人们，直接给你们半斤。如果在大城市的话，如果你们能买到这种紫单身的话，在外面大城市卖你们400-500块钱一斤的，这种东西确确实实很好的，因为你们这种东西被称为天然的支架、血管的清道夫。你们女孩子有那个什么妇科的胃、妇什么科的问题的，全部都可以去吃点这个东西回去。爱美的姐姐平常这些地方斑斑点点比较多的，女孩子总有那么几天不准时不规律的，都可以去吃一点。还有你们平常晚上失什么眠、多什么梦的小赞赞、小嘻嘻不好的，都可以去吃点这个东西回去，对你们的好处天花板级别。还有你们经常就说血什么管毒什么色的，经常出现血什么栓的，家人们去吃哈。来，票手说家人们，我直接倒数5个数上车，谁抢到算谁的。真来自一个大山深处一个单身，我今天我直接48块钱一个白菜价格，我直接给我的家人们半斤，你们可以吃上半年哈，谁抢到就是谁的哈。来，家人们，票手说，我今天直接半斤48块钱给我的家人们上车了哈，我倒数5个数上车，5、4、3、2、1，来哥你试试你们怎么吃，吃多少，待会儿我拍了以后我会统一教大家了，先去抢哈，要不然待会儿就人比较多，待会儿就被抢完了，就抢不到了，家人们下方小购物车1号链接先去抢，抢完了以后我会统一教大家怎么去吃哈，这种东西泡水喝、炖汤喝、泡酒喝都可以，先去抢，抢了以后吃多少，一个星期吃多少，我会教大家的哈，这种东西对你们的好处很多的，知道有什么好处的也可以帮我打一下，这种东西它可以活什么血哈，就说女孩子呀，总有那么几天不准时不规律的，这些地方总是按什么滑的，看起来就是没有精神的，这些地方就是斑斑点点比较多的，生完宝宝以后，女孩子我的姐姐和阿姨们生完宝宝以后呢，这些地方总是有斑斑点点的，对不对，都可以吃点这个东西回去，小赞赞小嘻嘻不好的，晚上失什么眠、都什么梦的，都可以去吃点这个东西回去，被称为天然的支架、血管的清道夫，每个上40岁以上的家人们都适合去吃点这个东西回去，每个人都适合去拍哈，这种东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好东西，家人们啊，阿帕自己谢谢武术于三娜，可以上班直接去抢哈。来怎么吃？来家人们，只有做两单了，我的天哪，你们手速也太快了吧，我的家人们，只有做两单了，我教你们怎么吃，我就没有了啊。
来哥就上麦，哎，你这些书没得，哎，你这些，来哥上麦，这样子哈，你们每次的话就说，每次拿这么一根拿过去以后，对鸡它，对鸭它，对排骨它，每次一根就行了，因为这是大沙生出一个好东西，所以说大沙生出一个好东西，鸡管啊，锅不鱼那不就进去吗？你不你崩溃吗？你还等一下哈，哥你是啥姨妈哈，你们就可以去，你们这个东西的话就说哥上麦啊。你们每次拿一根一个鸡吃两次，然后去炖鸡它、炖鸭它、炖排骨它，煮水去喝，泡水去喝。还有哥就说们，你们这个东西的话还可以泡酒哈。爱喝酒的哥哥叔叔们，半斤的这个单身可以泡出来15斤的酒。感谢你们支持，做一单没有抢到的就没有了啊！感谢你们支持，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谢谢我家人们的支持哈，被抢完了哈，被抢完了。分开去吃哈，这个当时很信仰，说一起去吃，别的都可以分开去吃，不要全部都一起喝啊，不要全部都一起喝，你们每天喝一样就行了，不要天天都一起，不要全部放在一起喝哈，家人们。你爷来，你家还有啥东西吗？有这。其实他不到那店，你直接五店都过去了。啊。藏水生鱼啊，藏水生拿过来嘛，你啊，藏水生要的。怎样？嗯，好。有。你家有一点藏水生的话，帮你收一点。对的，我有鼻炎，哥就上门。阳光明媚姐姐，那个是刚那个是单身哈，不好意思，干了的话抢不到了，被人抢完了哈。待会儿看一下下一家有没有，或者下一个东西看你有没有需要的哈。我有鼻炎，哥上门，我一感冒我就复发的。来，我看一下。哦，你家真的有呀？有，还真有。哇塞，哥姐是上一门有没有认识的？哥姐是上一门有没有认识这东西的？哇塞，哇好香啊！来，哥姐是上一门有没有认识我手里这是什么东西的？哥姐上面有没有认识的？雪台菊就泡茶一样的泡着喝就行了，泡雪台菊的话每次放4-5粒。泡水一样泡着喝就行了哈，哥刷们，这个的话很简单啊。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有没有？知道的哥姐刷们，帮我把他的名字打到公屏上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多少有多少哥刷们是都这个东西的好不好？对的，我的老粉们哈，是我的如意姐姐，他们都知道哈。哥姐是刷姨们，这个的话叫藏雪生哈，家们，这个东西是很好喝的一个好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好多人都没有见过，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只有在大山深处，只有在我们雪山脚下才有的一个好东西。很不是对的，哥上们，我跟你们说一下，这的话哈叫藏雪生哈，哥上们，那个天一姐姐是我妈妈帮我带的哈，不是我姑姑带的，姑姑不愿意给我带孩子的，是我妈妈给我带的哈，谢谢你们的支持。来，哥姐是啥一门？这个的话叫藏雪生，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藏雪生的话是来自4800以上的雪域高原，就说只有在4000多到5000的哈拔上才能生长一个好东西，只有有雪山的地方，雪山脚下才能长的啊，还有只有在我们心脏还有我们这边才有一个好东西，在外面无法种植，这个东西在外面无法种植，它是无法培育的一个东西，家人们啊，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稀缺的，而且家人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它是山货，这么小的都有，看到没有？但是你不要看见这么小，它在雪山脚下喝了雪山雪水，喝了整整10年哈，家人们喝了10年，然后呢，家人们我给你们说一下。它没有什么味，那个哥上面你们煮那个不要去再去给它泡一下再去吃，就说你们要去就说直接去给它蒸一下去炖它去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它吃起来是有点微微甜的那种感觉哈，它的味道不是特别浓，但是它的那个含量是很足的哈，家人们，这个东西的话哥上面只有在西藏还有我们这边才有，它喝了雪山雪水喝了10年以上到15年才能长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的，它这的话大小都不一样，看到没有，这么小的都有，这个东西是很稀缺很爱贵的一个好东西，这个叫藏雪生哈，家们，这个叫藏雪生。然后哥姐是刷一门，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东西的话，这个藏雪生是你们平常吃的那种人参哈。你们也知道人参好，人参固然好，但是我这个藏雪生比人参还好10倍的，比人参还好10倍，比你们吃的那种红参还好10倍一个好东西，这个就是藏雪生。家人们，你们什么人适合去吃？我跟你们说一下，经常气什么虚，气什么短的，经常就说总是的，有小狒狒、小赞赞、小干干、小瘦瘦不好的，都通通给去吃。你们这个东西，这个藏雪生被称为天然，就说被称为就说男人的加油站哈。家人们，上了年纪的结了婚的男人们更适合去吃一点这个东西回去。
男女都可以吃哈。这种东西对的，气什么虚，气什么短的，家人们都可以去吃一点。经常体什么弱，多什么病的，小朋友不爱吃饭的也可以去给他吃一点这种东西回去。小朋友体弱，抵什么看什么力不好的，家人们可以去吃一点。小朋友的话，一年四季你们经常体什么虚的，一年四季主要往白带罐那里跑的，家人们可以去吃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平常懂得养生的家人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东西哈。来，家人们，那我就不多说了。谢谢我家人们一直在这里帮我打作用哈，不知道作用的可以看一下公屏上。这种东西拿我去熬粥吃，泡酒吃，煮水去喝，煲汤喝都可以的哈。我帮你们问一下价格。来，家人们，如果你们成绩小一点，来自4800以上的学域高远的一个藏学生的，全屏扣一波一，我帮你们问一下价格好不好？想要一点藏学生的家人们，全屏扣一，我帮你们问一下价格。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帮你们收一点。这种东西的话，如果各位学生们，你们去外面买这么一小根，卖你们300块钱、400块钱一根，这么一小根卖你们300块钱、400块钱一根的，在大城市里面，在西藏那边是把价格抬上去的。在西藏那边这么一斤都是卖到3000块钱一斤了哈，家人们，这东西很稀缺很爱贵的哈。你这个咋买吗？一斤多少钱？一斤的话你给我多少钱吗？400块钱呀、啊、一斤400块钱太贵了，你啊400块钱是群资价格了嘛。400块钱不贵了吗？你400块钱是去年的价格，我知道你们这东西也很难找，只有在雪山脚下才有的啊。你看这样子，400块钱不讲了，这样子我就一口价格，真的，我收的每一样东西，我就直接给你出价格的哈，140块钱一斤，全部收走。我太少了。真的，你让我不便宜，我咋别人家收的是140块钱？真的，跟你商量，他说400块钱我们收不起哈，你们全屏帮我把140块钱打到公屏上一下，好不好，家人们？全屏帮我把140打到公屏上一下，帮我证明一下我在别家收的也是这个价格，好不好？家人们，你们把140块钱扣出来，给这个捏看一下。这个东西的话，140块钱我在别家收的是这个价格，捏你过来看，你不相信我的话。喂，300块钱喂。300没有，你看哪里来的300块钱？300块钱没有，真的，你看400块钱的话，去年价格200多的话，你可以去卖200块钱，你可以去街上卖。但是你要会算账呀，你去街上卖200块钱一斤，对不对？但是你想象你去摆地摊卖，你不一定一两天能卖得完，你可能要一个星期才能卖得完。你每天的车费路费除去的话也差不多的。你要卖的话140块钱我全部收了。真的，你看我像我直播间家人们都说140块钱，好，你也全部收了。我晓得你们也不容易，140块钱我全部收了嘛，然后。